身材小如粟米，我却格外强壮。贫瘠荒芜之地，我也能够成长。面对严酷干旱，我自蓬勃兴旺。其他作物倒下，我由奉献食粮，养护土壤生态，促进生物多样，始终美味营养，种类参差多样，植根久远闻名，富含创新力量。欲将会议分享，则披世界八方，急需各方支持，待我重回餐桌。我是小米。